根据香港法律，任何人都不得在业务过程中向18岁以下人士售卖或供应酒类饮品，零售商必须在店内张贴有关告示。顾客于网上或打电话订购酒类饮品，必须申明年龄。自动售卖机也不得出售任何酒类饮品。上卫生署网页 taco.gov.hk 了解详情吧。